中国人怕鬼，西亚人也怕鬼，全世界的人都怕鬼，恐怖哦。其实我的鬼故事一点都不恐怖，很有人性。看不见的东西里边，是不是还有灵？这个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。任何东西，你越怕它越来。人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嘛。你没有亏心的事情，你就没有鬼来找你。所以你做人做得正派，鬼就不来了。